愿意为一些人脉能帮忙，说不定能解决秦生官司的纠纷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叫人处理秦生的事情了，相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。再见。你家就快要支离破碎了，我不相信你跟张志群的婚姻还能维持下去。蒋总，恭喜！这次真的感谢大家合力来救我，除了感谢阿龙你说服先帝之外，另外我要感谢吴文姬，因为我听阿父说你的反应快，想到办法，所以才让先帝反咬李家门一口，我真的很谢谢你。江董，你别这么说，我们是好朋友。江董，好了，你吃过了，这样就好了，不要再吃了。是谁说难吃了？不会啊，我就觉得很好吃，因为我现在吃到的是里面有你的心意，我一定整碗都把它吃完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江董，我大的地方你看不到。我们至亲的未来，以及我们自己的未来，和女皇镇的居民一样，你也可以尽一份力。他在乐乐的名字上，秋桑愿意把华科集团的股份还给我。想不到我忙了这么久，到最后还是乐乐替我完成我的计划。我们原本，我跟乐乐现在是夫妻。说起来，你就是打算乖乖在剑心集团里面当一个好女婿。我虽然没办法当真正的夫妻，但是当永远的好朋友，这样也不错。时间差不多了，等一下就可以请病患做术前准备。秋桑，我们提供合适的土壤，让每一颗种子发芽扎根，用心和更包容的新加坡。我看到妈妈行动有点吃力，原来她的骨骼和肌肉都越来越虚弱了，因此我们从现在开始就不用 Country Bone and Muscle Health Plus， 它含有保持骨骼及肌肉健康的营养成分。 Shopping Celebrates You。